日轮部落组建，现在开始。JK 张晋哥，我们四个组，我可以啊。晋哥已经跟盖哥了，理想你觉得怎么样？近期没带四个人的位置在哪？把他们占到了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太好了。我们两个来晚了，是部落组建失败。赶紧，我们把晋哥拿到手。我下班。我怎么会跟你们俩在一块？我跟小白就像两团火焰，把剑哥给融化了那么一丢丢。我觉得跟他们俩一起应该还可以继续走。我也舍不得小白和静哥。我们是第五天地板吧。换一下换啊。随便随便随便。静哥静哥。What? 我们三个好高兴。让我重新认识。我会更加的。总计排名第一名。我希望我们就这么固定。隆重介绍我的太太。你们被强行被离婚了。部落扩建就是要主打主场。海泉哥。正。理想。豪犬。汉语，哥好意思。汉语有汉语在吗？就会比较闹腾。汉语你太吵了。汉语他不是他那个不是问题。汉语和小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主要是就负责拉着他。嗯，健康，健康，健康，好，好。我们会成为最终阵营。好，来吧。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. Oh, I tell you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e come a long way. Yeah! Yeah!家庭债回不去了，老公你又要这样走啊？下辈子吧，没缘分。爸爸，可惜哟，爸爸。静哥第一个没有要求，选择静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三个一定要在一起。真的到这步了吗？就是我们仨还在一块儿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他特别细致、细心、体贴，然后有责任。嗯、小白兔，穿西装就要打人了，被金哥打一下也是真的是值了。他们俩都挺像，都是属于比较冲动型的，神戳戳的。
就是铁耀哥。谢谢宝贝儿，我来了。他们俩这种关心，让我觉得心里面是暖的。金哥。小白，这个还用猜吗？一看就知道了。幸亏有你们两个在，谢谢你们。